呢位太太请留步。你叫我啊？请恕我直言，你系咪做嗰啲违背良心嘅事？我见到个细佬哥一直咁跟住你，一路行一路喊，仲喊得好凄厉，仲不停咁叫阿娘。你系咪喺半年前曾经堕过胎？阿娘唔想唔要你噶，阿娘唔想噶。我仲睇得出佢怨气好重。 今次系攞你命，拉你落十八层地狱，你陪佢。唔好啊，阿娘唔想噶，我真系唔想噶。万恶因业而生，善恶因果如影随形，三世因果循环不息。不过你唔使惊，今日我哋有缘相遇，我会尽能力咁帮你。系咯，先做翻场水陆法事，不过钱方面咧就绝对唔悭得嘅。 钱越使得多，自然咩业都可以化解啦。太太，我怀疑呢个人行骗，我而家要带翻寻宝，请你都跟我翻去。我都要去啊！吓！快啲讲啊！而家有几个受害者嘅家属怀疑你以司法为名骗财为实，佢哋而家告你行骗，你有冇做过啊？喂，有冇做过啊？咪你？ 我都唔明你班陈暴做咩噶，有贼就唔去捉，好人就当贼啊！人哋大师好心帮我哋，神棍嚟噶，行过嚟啊！喂，佢唔系咩大师啊，佢神棍嚟噶，我呢个月嘅家用啊，50蚊家用，仲有个女我废噶，你一个唔该，俾咗个神棍。 咁我哋去做咗呢样，对唔住自己个仔啊嘛！个仔都未出世，未出世，大师话你出世都有灵魂。系啊，系啊，你出世，大师要自己个仔啊！杀！我而家杀咗佢，杀翻啦！大师，普度众生帮我哋超度我哋个仔，大师系好人嚟噶，关你班蠢货咩事？冇错，大师系好人嚟，快放人啦！我又听到苏哈把声，个大师点算啊？你好心啊！ 静啲啊，静啲！真系插咗重宝房，嗱，有咩证据嚟？我出嚟啦！你查到啊？吓，重错重错，咁点啊？吓，好错啊！大家唔好嘈，静啲，听我讲。黄大婶，点啊？你有冇同咩人讲过你堕胎噶？冇啊，堕胎点会同人讲啫？呢件事净系我老公知道噶咋。不过咁啊，我喺个心入边帮个仔改咗个名啊。 叫做阿伟，呢件事系我心入边谂嘅，但我老公都唔知。但系大师都算到出嚟啊！大师真系好靓噶，大师真系好靓噶，大师又快力噶。喂，你点知人哋堕胎嘅？好简单啫，呢啲叫天眼通。系啊，系啊，大师好犀利噶。咁你点知人哋个心谂乜嘢？点样同个仔改名？你又会知嘅？ 呢啲就系叫做他心通。系啊，大师真系好叻噶，大师啲法力真系好高噶。你睇下，大师真系识法术噶，我都话佢冇呃人噶啦。你都唔好话高佢。系啊，你凭。 拉佢啫！你马大叔眼睇啊，大师真系有法术噶，放人啦！放得！黄大婶啊，呢个人做咁多嘢，无非都想呃你钱，你唔好信佢啦。我都唔知你讲乜。总之咧，你哋一日唔放人，我哋一日都唔会走。系啊，我哋唔会走噶，我哋唔会走噶。我送翻紧你啦。啊！走走，放人！ 大帅翻到嚟，梗系赞我赢噶嘛！傻！大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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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放人，你转头拉翻佢翻嚟。
你咁叻，你坐我位啊！膊頭嗰幾粒花我俾埋你啦。今朝我拘留室見過佢，佢的而且確識法術嘅。我哋真係拉錯咗人啦。係啊，拉錯咗人啦。食完啦，哥。賊咧，最多搶你錢，但係老千咧，隨時呃過你家捧人，死都唔知咩事。你已經有七個女，因為身體唔好，先迫於無奈唔要個蘇夏。仲有你啊，黃大嬸，我由細到大都幫襯你買私飯，你就係為咗咁嘅人，講幾句説話，搞到家財屋閉，鋪頭都唔理，值得咩啊？你話佢係老千，證據咧？係羅正正，你話證據啊？千門百將，呃人有好多方法，佢專捉人心理，你全部上曬去當。千門百將出嚟困人，有多種方法。嗱，呢一種就叫神困，利用你迷信嘅心理困你落搭。彩角頭啊，真係望嗰個女人啊，佢咪八將裏邊嘅提將咯。姑娘，唔該，佢假扮孕婦嚟登記，咁咪乘機將我啲資料，你姓乜名乜住喺邊一得啦，咪乜都知道曬咯。哦哦，唔該唔該。當提將知道你嘅資料之後，大老官就出場。你估佢真係西藏喇嘛？識天眼通他心通，佢就係千門百將之中嘅正將。仲有，你記唔記得當佢埋身困你哋嘅時候，總會有啲三姑六婆喺你側邊推波助瀾。嗰啲就係搖將。千門百將各有各功能，各有各職責。總之就要遷到你哋冇曬錢、家破人亡為止。我都唔知道你噏乜嘢，你唔好含血噴人。唔係喎，佢真係知道我諗住改個仔叫咩名嘅喎，我都冇講過俾佢知。係啊，頭先我盤問佢嘅時候，佢叫我喺張紙寫個字，跟住折埋唔好俾佢睇。佢竟然算到我寫嗰個係咩字喎？係啊係啊，佢都用呢個方法，佢算得出我本來諗住幫個仔改咩名喎。係啊係啊，佢好叻㗎，佢算嘢。小紅包，拎張紙嚟。你写咗字落张纸度，唔好俾我睇到。跟住专心啲，掉落个圈里面。专心啲，掉落个圈度。你专心啲。再掟多次，都叫咗你咩都唔好谂，集中精神掟落个圈度咯。唔使再掟，我已经知你写咩字。你写嘅唔系英文字，亦都唔系中文字，系个数目字九。系咪啊？你点知啊？你又知道我識咗星字嘅？三嘅時候就識啦，我嘅手一早已經有一張紙喺度噶啦。後來你唔覺意教呢陣啦，咪換咗佢咯。換咗張紙之後，我就叫你繼續專心訂張紙。嗰陣時我已經大把時間睇你寫咩。嚇！原來咁噶，咁噶。你就係為咗一個三歲細路仔都識玩嘅小把戲，就將啲血汗錢俾曬大老千。哎呀，原來真係老千！你好，